Hello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编织收纳盒吧。首先，A4 纸裁成四份，然后像这样卷卷卷。我差不多用了28根吧。用厚纸板剪两个六边形，外面包上一层好看的印花纸，每个角都像这样粘一个。哦，对了，最后一个角是要粘两个的，再盖上硬纸板，边角把它粘上去。最后再粘一层印花纸，现在就可以开始编了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这样一个压一个就可以了。不够长的时候呢，直接用胶水再粘一根新的纸卷，然后继续编啊编。最后一根呢，直接用胶水固定，其他的直接剪掉就可以。完成啦，喜欢记得点赞哦。